线上的各位护法居士、善知识、有缘人，大家吉祥。一年一度的弥陀佛期今天开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我们不得不改为线上修持，也因为大家无法亲临道场，我们更花了很多时间设计加强坛场的布置，让所有参与线上修持的您及家人感受如同在极乐世界宝池中念佛的所缘境画面。首先我要先简单说明仪轨，这佛期第一步先严禁坛场作为起期的功课，先唱阳之净水的赞子，因缘空处就具备八种德性，八功德水的八德能利益人天。八功德水为佛净土中才有，观世音菩萨以此功德的水滋润众生，利益有情，令六道众生弃贪嗔痴三毒，修戒定慧三学，性空八德利人天。这阳之净水到底是怎样利益人天六道呢？谁能利益天，令其五衰不显？谁能利益人，令人四相皆空？谁能利益阿修罗，让其嗔心不起？谁能利益畜生，免受披毛戴角之苦？谁能利益恶鬼，免受真烟饥渴之苦？谁能利益地狱，可脱离刀山剑树之罪？那福寿广增眼，也就是求增福增寿，广增福报的意思。灭罪消迁，火焰化红莲，三界中众生在火焰中化红莲，都能现出极乐世界的青黄赤白的莲花。在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三藏里，我会带大家拜三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声称之后，白水纹，这也是义理加持，这个水也向大众宣读告示。接下来首先说明在佛期时间方面的意义。从佛法的道理来看，时间是刹那的因缘合合而成的。大家为什么愿意线上来打佛期呢？一定是开始于一刹那，决定要念佛修行。如果没有这一份心，并且欠缺其他的因缘，也就不可能成就佛期的因缘。我想在人生当中，关键性的决定往往是在刹那一念间。例如决定皈依、学佛、受戒等等，都是如此。不但佛法如此，世间法也如此。一些重大的人生转机、重大的决定，常常在刹那之间。如何随着各种身心世界的时间因缘，一分一秒的体会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如此分析到每一刹那，对人生的阶段就可以很顺畅的安然接受。人生也是如此，有生住异灭，有生老病死，
这些刹那无常的变化是以时间的因缘而呈现的。佛期期间，不要依你所想象的，认为某种样子才是在念佛禅定，才是在修智慧，而应该要突破过去、现在、未来的障碍。线上打佛七当中，刹那之间，你都能把握。佛七结束，你也是如此。每个星期、每天、每分、每秒，你都是如此。打佛七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也就是我这一举一动、起心动念、身口意是怎样的，让大家起欢喜心、起向道心，一定要成功。那怎么成功呢？透过佛七来战胜你自己。修行不是在跟人计较，而是在跟自己计较。你要怎么打败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你要怎么击败十恶的身口意，而树立起十善的身口意？你要怎么打败懈怠、懒惰？怎样使自己精进于六度万恒？透过线上打佛七，你自己怎么精进，你就怎么获得。每一支香、每一个心念，都要想着：我这样精进对吗？我这样精进成功吗？有这样子的念头，当你时时刻刻提着这种念头，妄想杂念就离你而去了。若你只是随着线上念佛，一支香一支香的修行下去，心中只想着等一下就会结束了，这样修行或许可以修得福报，但并没有解脱，因为你还是被你的世间欲望妄想缠绕着，你并没有挣脱。各位要知道，累了、疲倦了、不适应了，这些都是叫做随烦恼，跟随着你的烦恼。这些烦恼你必须打破它。累了正是我精进的时候，疲倦了正是我精进的时候，一股无奈的气氛笼罩你，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必须打垮它。你要能够精进，能够勇猛，因为你过去是修的福报，所以你才有这个因缘来参与线上佛七。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报，不用出门就能一起同步参与。但若你的心理建设不够完整、不够成熟的话，那你只是得到有漏的福报。你若想得到无漏的福报，就要在法身慧命上成长，要不停地提起我这样子对吗的念头。重点是在每一个佛号，你要警惕心念的一个疑情，我这样子念绝对是正确的，可是我要怎么证明我这样子念是对的呢？人天护法所有线上善知识，你想不是满山满谷吗？不是遍地连天的
跟你一起念佛吗？你要先培养起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所以在这佛期里，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不是是不是直接到道场亲近参与的问题，是你能不能真正的提起紧追着一个心念，填满你的生命空间。所以大家念佛的时候，一定要以你现实的身心世界作为基础。你现在身体的站姿坐姿是打瞌睡的姿势吗？还是躁动的姿势呢？打坐的时候身体的变化如何呢？是否很稳固呢？从腿部开始，到臀部、腰部、背部、颈部、头部，是否很自然垂着呢？肩膀、舌头、脸部的肌肉是否恰到好处呢？身体是身心世界最基本，而且是最粗显的。如果你无法敏锐而稳定的观察、觉察它，其他的变化那就更不用讲了，表示你的觉察力的敏锐度还需要再加强。接着，在修念佛三昧中，我们是借着音声，你是否能够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呢？声音高低、快慢的变化，与你内心的感受、想法关系如何呢？如果对这样关系不清楚，就无法体会到身心的实相。身心的实相不清楚，你就无法体会到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也无法体会别人与你之间的身心互动。一个姿势、表情、言语、音声散发出去、念出去，别人听到了、感受了，可能会怎样呢？你能否好好的观察、体会呢？你这方面无法体会、无法敏锐、稳定的觉察，那就很难再谈智慧与慈悲了。因为你既不了解自己的身心变化，也不了解别人身心变化，怎么可以说是有智慧、慈悲呢？所以，在这佛期期间，你应该以现实的身心以及身心之间的感受作为基础，去看它的转变。你有办法了解生住意灭的变化因缘，才有可能了解转化的因缘是什么，对于内在或外在的刺激反应，你才有办法分析它。对于无始以来，从出生到现在，根深蒂固的错误想法，以自我为中心的幻觉，能逐渐转换它，也就是厌离娑婆世界，重新组合出如法的世界，也就是心往极乐世界。所以打佛七的目标就是要体会自性弥陀，借着阿弥陀佛的名号，从身体、声音、感受以及内心的想法，体会佛法所说的无常、无我及涅槃境界。从所面对的环境
和忍，看出什么是极乐世界，什么是娑婆世界。这次佛七的修持，我们也为了让大家感受阿弥陀佛毫光摄受每一个人，特别在荧幕上安排提供阿弥陀佛上品上生接引图给大家作意观想，希望您能善加运用。现在我们即将要严禁谈场了，愿所有参与佛七的每一个人都能在弥陀圣号中获得法喜，能身心安稳，面对疫情能坚定信念，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祝福大家罪障消除，离苦得乐，福慧增上，共证菩提。请合掌